会吴的掌门是最活泛的。来，啊，吴掌门，哎，这不是小活泛吗？啊，小活泛，恭喜！三堂会段堂主到，恭喜！来，请，警察署。刘署长到！哎呀，耿长吧，刘署长，来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请。刘署长，耿长吧，这俩瓶子是叶先生让我给你带来的，可值钱了。谢了，谢了，不客气。那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恭喜啊！请。四哥，干个命就得牺牲，想要成功呢，就要付出代价。秦姑娘这么做。就算是为咱们做出牺牲了吧。你们都瞎嘟囔啥呢？把我孙大婶看成啥了？我也是十三省的兄弟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听长包的令，心里啊啥都明白，就是不痛快。上次那事儿你可不能这么干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！来，哎呦，长包的。恭喜啊！恭喜！坐，今天是我耿三娶媳妇儿，兄弟们能够前来帮我这个场，那就是给我面子啊！俗话说得好啊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我这好比就是骑着骆驼吃包子，乐颠了馅儿了，我高兴了。没啥说的，谢了。我谢了啊！客气，这感谢的话咱就不说了，我看是不是先把新媳妇请出来，让兄弟们饱饱眼福啊！对，请出来吧，兄弟们，就是时辰不到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既然是给我耿三儿前来贺喜的，那咱就少不了喝酒。为了让兄弟们能够尽兴，我还特地请了一个戏班子啊！咱是边喝酒边听戏。喝好了，听够了，我再把我的媳妇儿请出来拜见各位，你们说咋样啊？啊！行，十八木开锣。好。各位兄弟，来，喝酒。恭喜！来，老婆，你马上来，老婆，马上，这小娘们不错吧？什么呀？我咋瞅他这的人都挺眼熟呢？好像是东安或者那边干活的伙计。你别听耿三成天吹吹呼呼，什么十三省十八省，他写个屁！他手里那帮人都七拼八凑的，不像咱哥们儿都是一块光腚长大的，他不行。来喝。秦姑娘的事儿总会解决的，咱们先顾好眼前吧。再说了，长包子让我来陪着你们，就是怕你们整点事儿出来。哎，要不是来的人都认识咱们，咱何苦藏这嘎达？干着急也帮不上忙。哎，行了，别闹心了啊。别说话。你这酒量我还不够，哥，弟兄您来。兄弟们，我先失陪一会儿。防卫团的叶先生、叶总指挥到了，我去迎一迎。你们先喝着，一会儿回来我再陪你们。失礼了啊！来，给您满上，来，多喝点啊！既然这叶先生到了，咱是不是也该出去迎一下呀？啊！今天虽然是耿长包的婚礼，可大驾到了，咱不出去，
他是不妥吧？啊？是啊，咱们是不是也得出去啊？啊，走。叶先生，哎呀，叶先生大老远的跑来，真是辛苦你了啊！哎，说好了，你不是不来吗？要知道叶先生过来，我耿三儿就应该在山门外候着。你看这事让我……不用呀，呦呦呦，叶先生，叶先生，各位长包的都在呢啊！哎，耿三儿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我要不来的话。我怕兄弟你心里头埋怨我，这不忙完手头的事儿，紧赶慢赶的就过来了吗？啊，怎么样，带我见见新媳妇儿？啊，叶先生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那个媳妇儿她是狗肉，上不了大席面。你不看还好，你要是看了，那三天都睡不着觉。耿三兄弟，怎么说你也是十三省的掌包的，对不对？凭你这身板，你这能耐。能找个磕碜的娘们儿搂怀里头？你这说破大天儿也没人信呐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没错。哎呀，叶先生，我这咋跟你说呢？哎，有这事儿？你看，那我更得看看了。哎，叶先生，在哪儿呢？这山村野谷啊，也不看也就罢了，我这脸上挂不住啊。你得给兄弟我留点面子嘛！哎，你这是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兄弟我呀？你死活是不让我看。那你看，你看，埋怨我冒昧造访、打扰大家伙的兴致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看，你可不是这种见色忘义的人吧？叶先生，你这话就严重了。说好听点我是掌包的，说不好听的我就是个土匪，明媒正娶。你说他谁愿意嫁给我？我这个媳妇儿啊，还没驯服好呢。哎，叶先生，既然你想看，你说我能不让你看吗？叶先生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叶先生，这边请。来来来来，请进来，各位，走走走，咱们也看看去。叶先生，哎，请请请。这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。叶先生，请。耿天小姐，怎么回事？是把新娘子弄成这样，有点过分了吧？叶先生，我这不是怕她跑了吗？耿天兄弟，古人云道影道，你这哪是娶媳妇儿，你这是给媳妇儿上刑啊！不是我说你。争强斗狠可以，那得看对谁。对自个儿的女人这样，有点过了。你干啥呢你？叶先生，让您见笑了。不然不然，叶先生，您有所不知，我要是不绑着他，他就会跑；我要是不堵住他的嘴，他就会咬我。今天是我耿三的大喜之日。我是怕他整出点事儿来，我收不了场啊。没事，兄弟，我替你收场啊。耿三媳妇儿，耿三媳妇儿，今天是你俩大喜的日子啊，心里头有什么委屈，有什么不舒服，跟哥哥我说，我来替你做主啊。哎哎哎呦，你干啥呢？叶先生，别让他伤着你，别让他伤着你，我来，我来。你干啥呢？哎，叶先生想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话啊！哎呀！哎呦呦呦！哎呦，长包了！哎，长包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告诉你，我踢飞了你们这帮龟孙子！你看。哥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
包了。你干啥呢？你想提死我你？哎呀，叶先生，你看，我跟你说不让你看，你这臭娘们儿，他是想绝我的后啊！你这个臭娘们儿，你等着叶先生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老九，谁呀？老九在这闹事呢！哎呀，老九，今儿是我哥的大喜的日子，啊？咋了？叶先生，想砸场子，拿我们十三省不当回事，是不是？哎哎哎，老九，老九，哎呀，你干啥呢？你这是，咋了？啊？你吃错药了你？你们看见叶先生在这吗？你真他娘给我丢人！滚，滚！嗯，快，老舅，老舅，走走走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耿三兄弟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难免兄弟喝多了一点，不爱他。叶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受惊了。嗨，这样吧，咱俩去大堂喝酒，我来陪你，咱是不醉不归啊。好，叶先生请。啊，请请请请，来，请各位请请来，请。鲜花啊，杜老板，这娘们娶的不错，好好。军长，嗯，哎，哟，什么好吃的，这么香啊？啊，嘿，哟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，我那匹马饿死了，不够分的，给我留了个马蹄子。我先烤好了，再找你啊。哎，我说，要是有点酒就好了啊。嗯，哎，要是再这样下去啊，就不战而散了。是啊，自古兵法说得好啊，以兵马为重，粮草先行。咱可倒好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就先进了。弹尽粮绝，这回鬼子峰山和以往不同啊。以前是只封不打，现在呢，封好了就打，还派了那么多的山林队，还真挺难对付啊。哎呀，你说我上山之前藏的那些粮食密点儿，都他娘被鬼子发现了，一点都没给我留下。哎，现在山下老乡也没粮食吃了，谁还给咱们送粮啊？封锁那么严，你就别指望了。我在想，想耿殿军，我也想啊。老弟，你说这小子是不是应该给咱们送点啥吃的上来啊？我都快饿死了。我们要是早点把这十三省队伍派下山，也许这个困难就解决了。哎呀，听着那小子，真有劲，差点没把叶永年废了。你这夸二哥呢？这你的杨伯的，今天可真够悬的，叶永年也真够狡猾，差点识破咱们的套。可不是嘛！当时可给我吓坏了，我真怕那青姑娘把咱给卖了。卖谁呀你？要！我跟你说啊，就叶永念那两下子，能跟咱们厂包的比啊，差远喽，小巫见大巫啊！就是我说，老九也不含糊啊，要不放几枪的话，这场没法收。不会是一个娘子就出来的啊？贵的人不少。我说二哥，你这是夸老九呢，还是苛着我耿三呢？
啥是鬼脸呢？这叫聪明。哥，你可真行，那大耳刮子扇子，我耳朵现在还嗡嗡作响呢。哎呀，我那不是演给叶永年看吗？难遭罪呢，我扶着呢，哎呀，死沉死沉的。行了，别吵了，张伯子，你还是去看看秦姑娘吧，今天一天也够难为她了。太君，太君，您的住所卑职已经安排好了，您看您是不去了？我今天就住在这厢房之中了。太君，这个厢房环境简陋，而且这粗茶淡饭，你怎么能在这儿？和尚能住，我为什么不能住啊？和尚能吃，我也应该能吃。是，既然拜佛，就要虔诚。要懂得珍惜这份清净。太君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！你参加耿三的婚礼了？啊，对，去了。还热闹吧？嗨，一帮子亡命之徒、乌合之众在一起就是乱。那姑娘还漂亮吧？也就是普通的乡村野姑嘛。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你认为他们会成为未来的六蛇帮吗？谁啊？石丹青啊？本什么倒是有点儿，但就不知道是不是跟皇军一条心了。养一条狗容易啊，养一条既能看家护院又能忠心耿耿的狗就不那么容易了。不是，依卑职所见，他们也就是一群野狗。是不是野狗现在还不确定。六蛇帮刚刚被灭，又出来个十三省，这事儿也巧了点儿。
秦姑娘，听我一句劝，这以后啊，不该说的话少说。哦，对了，别总想着逃跑，你跑不了。老大，啊，张包子，上哪去？哎呀，折腾了一宿啊，我找个地儿去睡会儿。张包子，今天可是你的大喜日子呀，是你的洞房花烛啊。老大，你说的这个洞房，它就不是我的洞房。这不是耿殿军的洞房，它是耿三儿的洞房。去睡吧。我会叫人看着的。天不早了，该歇着了。别总憋着害人了，想杀我的人多了，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睡觉吧。睡吧。
打开。青姑娘，看来你是把我恨到骨子里了。你想用枪杀人啊？你得先学会使唤这玩意儿。这玩意儿可不像木头棍子，抡起来就用。你想学不？我教你。这是扳机，这是弹夹，这是准星，这是瞄准器。最关键的是保险。如果你想把枪打响，就得把保险打开。要不要试试？青姑娘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以后啊，你都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。至少在人前，你得像个压寨夫人的样。你要是真想学打枪啊，明天咱找个地方，我好好教教你。这玩意儿好使唤，绑块猪骨头，狗都会使。你为啥不杀我？我为啥要杀你？因为我要杀你。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杀不了我。今儿晚上就当是洞房花烛夜闹着玩了。你还是杀了我吧，不然我还是会杀你的。青姑娘，有些话现在不方便说，我就是说了你也不会明白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恨就恨吧，我不在乎。我知道一个姑娘家就要做新媳妇了，可新郎官被小鬼子杀了，这口气别说你咽不下去，我也替你咽不下去。不过有句话我得告诉你，我不是耿殿军，我是耿三儿。你说的那个耿殿军，他早就死了。你要是信呢，就算拉倒。你要是不信呢，也没啥关系。哎，要不咱俩商量商量。商量啥？我这条命就算欠你的，我欠你三年。三年以后，如果你还想杀我，我教给你怎么杀，你看行不？当不当亡国奴？就不当。抗日军，当就当。亡国奴，就不当。抗日军，当就当。当不当亡国奴？就不当。当不当抗日军？当就当。
我告诉你啊，嗯，一会儿啊，不能直接拿水来激，知道吗？哦，得用熊油。为啥用熊油？笨呐！之前用马尿把火淬了之后，再用熊油。如果这个马尿过油的时候，时间长了，它就从钢变成铁了，只能用来削土豆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伯伯兄弟啊，啥时候把你吹来了？你，哎，我呀，这两天生意不太好，你，哎，过两天把钱给你行不？啊，哥，嗯，咱兄弟俩啥关系啊？我能瞅你要钱呀？这骂人吗你？哎，哥，那啥，我昨天跟你说那事儿咋样？啥事儿啊？就你那亲戚那声，坐。哎呀，伯父呢？那凭咱俩这交情，你求我办事儿，我肯定帮你。但这事儿挺大，你知道不？我做不了主，还得我们家亲戚做主。他呀，也是被条人命才从家里跑出来。你说现在又让他杀一个人，那玩意儿他杀一个也杀，他杀俩他不也是杀呀？就现在的世道，那还不是谁狠谁就是爷爷啊？是不？嗯。再说了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吧，你指定也不能让人家白忙活。我们长包说了，事成之后该给人多少钱，一文也不会少，啊，他要是想走，盘缠另算；他要是想留下，咱红枪会给他留把椅子，咋样？条件不错呀。嗯，那可不。哎呀，但这人命关天的呀，你还得让我跟他合计合计，啊。那哥呀。这事儿吧挺急，你给上上心啊。你们想把谁废了呀？十三省，就是跟郑永邦抢地盘那帮家伙吗？我告诉你啊，那帮家伙贼厉害，那杀人不眨眼。你放心，咱就动他里那一个，指定没事儿。长包呢？伙伴，我让你办的事办的咋样啊？找着了，城里的乔铁匠给咱找了一主，是他一亲戚，杀了个人，正在这避难呢。听那个乔铁匠说，他这亲戚有两下子，那家伙使的双枪，指哪儿打哪儿，那玩意儿杀个人比踩死只蚂蚁还简单呢。你去找乔铁匠，就说我要见他。嗯呐，我明儿就去。我现在就要见他。咋的？我说话不好使啊？好使，快快去。记住了。
哎，挑的啥？一股腥臭味。牲口尿。牲口尿啊！这开铁匠铺又不是开菜园子，整牲口尿干啥？你不懂，跟你说了也不明白。这是我们老乔家的祖传秘方。张包，我跟你说啊，普通铁匠铺打出来的那些刀啊，都是拿水淬出来的，表面是亮晶晶的，太脆了。你就拿砍刀来说吧，别说砍头了，切个豆腐那都切不齐整。哎，你等着。小猫了，咋的？过两招，比划比划。嗯。比。哎，老爸，这东洋刀都给干豁牙子了，真是厉害。你这祖传秘方还挺管用。那当然了，这就在用料、淬火还有击打上，需要一定的火候。哎呀，隔行如隔山，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小日本的那些东洋刀啊，可是真铁炼的，咱们那些大刀片子跟他磕不了几回合。只有我老乔打的这刀，才是他们真正的克星。好。这两天，红枪会的人到处在找杀手，要你的命呢。这吴彪啊，是他娘的混蛋了点，可是红枪会的基础。大多数的人都是苦出身，咱的工作要是做得得当的话，那些人啊，将来就会成为咱中坚力量。那你是说，咱把吴彪干了，然后把他的山头给抢过来？嗯，我的意思是啊，把吴彪争取过来，让他跟咱一起抗日打鬼子。哎呀，你可别扯了，长包的那种人不靠谱。至少啊，现在咱不能让他给咱捣乱。吴彪这小子胆儿是小了一点，可是红枪会的山头是他爹当年亲手建起来的，有相当的基础。咱要是想把红枪会拉过来，还真得用点策略才行。哎，我这也有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快熄火了。你说啥？哎，哎，你看，铁没了，煤也快没了，咱这刀啊，真是个问题呀。什么？你干活？太君，是这样，我给他煤和铁，让他给我打几把铡刀，铡刀没打出来，煤也没了，铁也没了，你啥也不给我？哎，我这容易吗？我什么容易？你的马张的能打？能。就是，皇军，马张的打。皇军的意思是，皇军以后的马掌全部要你打。哦，行，好，意思。但是我跟你说一下，皇军，我这已经没有煤，没有铁了。你说我光只会打巴掌，打不出来呀。我们有煤，有铁。皇军有煤有铁。皇军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给你出煤，给你出铁。皇军的马随时过来，但是必须随时过来，随时打。哦，行。意思。
我问你一下，这钱谁给啊？哎呀，皇军的煤和铁都给你了，你要啥钱？家里开了大生意。不要钱，不要钱。哟西，开路。啊，皇军走好。哎，皇军走好。煤和铁很快就会给你们送过来的。哎。